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尤炫。今天介绍武器呢是卢安的通话这把步枪。那这把枪的武器特性呢是，当它暴击的时候会将两颗子弹返回弹夹，那并会向最近的敌人弹射两颗子弹。要去哪里刷呢？那这把枪呢是属于世界调物，它有比较高的几率呢从大屠杀之星的赐予来做取得。但是呢，赐予这只 BOSS 它喷战利品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喷到悬崖下面。那建议呢还是去刷其他 BOSS 来听世界掉落物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实战的部分呢，我们用兽王来做测试。装备的部分我们用叛逆福特、赏金猎人以及知识珍珠。那这边就直接来实测，一样就直接先开技能。那基础伤害其实算蛮够的。但它有弹射的效果，所以基本上在轻怪的部分也不用太担心。They'll never learn.好，那我们这边 BOSS 实测部分呢，我们再换一下我们职业模组，换成叠加机器人。那这边就直接来做实测，接下来直接开技能。那这支武器介绍呢，就到这边做结束喽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并分享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